掀起呢是高雅文明的体内运动，一盘棋可以消磨一天的热时光。永嘉南溪街呢是全国唯一田园风格建筑的吴家井风景名胜区。永嘉县城应该是由于悠久的历史群众基础呢非常好，象棋跟这个名山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够在名山上面对决然后取胜的话，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处在一个世界的巅峰。剑棋冠军挑战赛总决赛在美丽的南溪街办正式开幕了。在名山全国象棋冠军挑战总决赛开幕。来到这个永嘉呢，那么就是循环赛了，竞争很激烈，因为来的六位都是就是通过分站赛取胜的特级大师，实力很接近。因为我们要取前两名，就是尽量的都是想争取取得多一点的积分，谈判都争胜的，大家是下的比较激烈。压力咬得比较紧，比较紧张，变数还是挺大的。双方缠斗的比较激烈，自己的开局一度也是不太有利形势，然后还好后面也是能把这个压力顶住了，最后成功的守和，最后能这个取得冠军，应该说也是挺不容易。冠军乃殷德王第一，亚军黑龙江的赵国勇。比赛的胜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的国粹，在我们的老家这么幸运的赢家。展现自己的魅力。有山有水有溪流，我流连忘返，希望下一次还能去。自己呢也是置身其中，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尝试更多新鲜的环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南溪江杯决战名山全国象棋冠军挑战赛的冠亚军决战。对阵的双方呢大家一定不陌生，赵国荣特级大师对阵王天一，今天还是由张强老师和我一起为您做棋局讲解。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这个象棋节目。带给您呢是王天一呢和赵国荣老师呢这个在冠亚军决战当中的第一盘的精彩对局。好，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这个对局的经过。炮红炮采用是当头炮，红炮，哎，马八进七，黑方呢还是采用的平衡马，出车，红方再出车，双方下的堂堂正正。中炮对平衡马呢应该说是历史呢由来已久了啊，炮马争雄。对，那到底是炮方好呢还是平衡马好呢，始终呢也没有一个没有定论是吧。那么红方采用的是三兵的攻法，这种走法呢比较适合于呢就是红旗呢有一些微弱的先手呢掌握住。天一呢他的棋艺风格呢应该说呢大家也多少的有所了解，您比较熟悉哈，天一代表北京队下联赛了。天一呢他应该说这个棋风呢比较锐利啊，特别是他这个缠斗的能力比较强，对，最近也是比较火的一名选手啊。好，接下来呢红方走跳边马，马八进九，黑方卒于锦衣，卒于锦衣，这还是棋谱，对，谱招。好，红旗走的是车九进一，对，车九进一呢也是在观望一下黑方呢怎么来应对。
好像最近的棋谱里面曲九进一相对多一点，是吧？对。嗯，我们比较原来的招法，最常见的是炮八平七。对。平炮，然后黑棋跳马。嗯。这儿红方再去九进一。九进一。对。但是没有交换这个炮八平七和马三进二呢，这个棋局呢就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啊、就是红方呢，可能认为他需要的时候他再平，他也有可能把这个车呢，啊，就保留在这儿呢，也有可能不平。就是保留哈。啊、根据就是说需要。嗯，这样不让以往出现的呢，就是最多的就是卒一进一对兵啊，卒一进一对兵。对，赵老师呢自己他也走过红旗拱了。对，在不久前呢，赵公老师在对阵柳道华刘老师的时候呢，他就采用了这个，也是对这个本届比赛当中的预赛当中呢，是吧？当时呢，红方柳道华走柳九零六，黑方赵公荣走炮八进四，嗯，最终呢是黑方他取得了胜利。哦，也就是这个棋大家最近老在下啊。嗯，那走这个棋呢，黑方呢没有按照呢以往他的应对的招法走。嗯，他选择了炮二平一。炮二平一这招棋是不是没、嗯、还没有人下过呀？对，在全国这个就是高手之间呢，就专业比赛的这些对局当中呢，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是吧？应该说可能是赵老师的一个呢，这个临场求变是吧？可能是因为这冠亚军决赛哈，他想避开这王天一比较熟的套路、嗯，然后就选择了一个自己觉得还可以的下法。对对。那面对新的这个硬法呢，我们看王天一来怎么来啊拆解，他走炮八平七。炮八平七。那这个时候选用了武器炮。哎，这样他避开车一平二的先手、嗯，但是黑棋也得出车吧？对，红方再车九平六。嗯，车九平六过。对，这样呢，红方走车九平六以后呢，就是暂时的按兵不动。嗯，看黑方呢怎么去定型，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这个啊思路呢，再来寻找这个进攻的线路。啊、哦，这样是吧？那么黑方呢，实战呢走的是车二进五。车二进五。啊，着手这个反击。这个比较积极，看上去啊，嗯、这棋是不是还可以考虑补个象？补象呢，他就怕红方有这个冲兵的这个先手，他先把车点在这儿呢。哦，也有抑制红方将来这个冲兵的这么一种，对，先占领这个制高点哈。嗯，到底将来红方敢不敢冲呢？那另当别论。是。那么针对这个局面呢，这个天一呢，应该说他走得很啊，也是比较积极啊。对，毫不示弱，他走兵五级，来从中路上呢，对黑方呢啊采取这个进攻。对，这也体现了王天一的风格啊，比较敢冲。对，嗯，王天一呢是来自北京的这个选手哈。对。今年呢24周岁，在今年呢也是取得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战绩，在几个杯赛当中呢，他都呢都接连取得了这个冠军。对。如果不包括这个比赛，他已经夺了三个杯赛的这个冠军。是吧？另外呢，他还夺得了全国个人锦标赛的亚军第二名。对，刚刚下完的。对。嗯。另外，在10月份呢，他也夺得了这个个人生涯当中首次呢世锦赛的冠军。嗯。就是象棋世界锦标赛，也就是第13届世锦赛的个人冠军，还有和孙永征一起呢，共同获得了这个团体冠军，为中国队夺得2金。对，也是最近比较热门的人物啊。对。嗯，那这个棋呢，王天一走兵五进一以后呢，针对黑方的中路啊，那么黑方应该说在中路上就要补补棋了，不然的话红方冲的是这个给棋迷朋友们肯定是不敢吃的，吃了比较痛苦，车动不了了，被抓一下什么车二进三，将来都很难受哈。是，红方主要是将来这车二进三，对，有这个驾马打车这个手段，所以、也可以考虑先抓一下，也是不错的次序。所以这是肯定万万不敢吃的现在。对，嗯。所以黑棋走的是象七进五、嗯，这个棋呢，应该作为黑方来讲呢，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这个选择，我觉得、嗯、啊，因为本次比赛呢，比我们正常用时要少，啊，利用45分钟的。45分钟。哦，那它比预赛还是快了，慢了一点，延长了15、嗯、是吧？预赛是30。象七进五呢？嗯。本身呢，这个棋呢，就是说，作为黑方来讲呢，肯定中路要补一手，但是怎么补？也应该说，对呀，值得探讨。是不是不像啊？这个赛后呢，我觉得这个棋黑方可能忍让的走法还是走14进5，就同样补，可能这个效果要好一点。他的意图是不是要避开这个炮的闷攻啊？
压力，七路线的压力是吧？你要十六进五，当然这个对着红方的七路跑，将来容易给红方利用。但是迎着这个类车去支势，嗯，是不是有点不肯呢？这个张老师这么想。特殊的这么一种情况吧。是吧？对，因为黑方补象以后呢，但是我们从进程上就看到了。对，后期看补象还是可能有红方利用的机会。哎，对。因为下步棋补完士以后呢，他就可以呢威胁这中兵，可以把你吃掉。你再不理我，有可能就生把你吃了哈。就说你暂时你也不好动，如果你长车的话，那我可以再开炮了。对，嗯，好。所以这个补棋，这不像不是，还是挺这个也很有学问。嗯，为什么呢？是他补了七象以后呢，有一什么问题呢？就是红方抓住这个机会呢，强冲骑兵了。哦，是不是这马的问题是吧？你冲兵你不能挡住马了啊。当然这种兵是拿卒拱过来是最好的，但是你拱你丢马，现在就不能拱。嗯。但吃呢也不能去吃。对，吃了这马三进五是不是要丢子了？丢子，嗯，这马一蹬，这车要再退回原位，所以车这马就不敢吃。哦，那就是补象。如果要支着势，他可能就没有这招了，暂时。支势就可以吃了。啊，对，对，支势就可以吃了，所以这个差别很大。那么红方呢，王天一呢，这个也抓住这个战机呢，就啊决然的发起这个进攻，走得比较果断。嗯嗯，那这样就给黑方呢出了难题了。那既然也两个都不能去吃，他只能不理。那黑方采用的是炮花平九，相对来讲呢还较为冷静的这个。我当时觉得这炮花平九，赵老师走的还是挺稳当的，因为实在也找不出什么特好的下法了哈。是，嗯。所以说呢，布局至此呢，黑方来腰对这么一个刚刚啊亮出来的局呢，在布上就亏损了。对，但是局面惊人，我看也没找到特别好的下法。就是当前的这个局势呢，它确实呢也不好走其他的。进攻，嗯，啊，目前来看还可以，是吧？那么接下来红方这骑兵就出过河了。对，红方兵七进一，自然呢，当仁不让。赵老师，我想众多的骑迷也都比较熟悉了哈。对，大家。黑龙江队的主帅，黑龙江队的主教练，同时也是黑龙江省这个棋牌运动中心的这个主任，嗯，啊，也是黑龙江这个棋牌类的领军人物，也是给我们象棋做了不少的贡献啊。赵老师呢也曾经呢这个四次呢夺得全国个人赛的冠军啊，第一次是90年，啊，这个分别是90、92、95，还有进入2000年以后啊，是吧？那一段也是比较火。嗯嗯，赵老师确实呢也可以誉为这个象棋的坛上的一个常青树。对，我小时候说叫小东北虎啊。啊，对，我小时候学习的时候，这都是老师辈的。嗯，因为这个黑龙江呢，包括东三省呢，也出了很多高手。对，你看老一代的王家良，对，王家良老师。那么赵国荣是王家良老师的学生。嗯，王家良呢被称为东北虎，这个赵国荣呢就被称作小东北虎。赵国荣老师是不是属虎啊？62年的。啊，不不不，赵国荣老师是属牛的。啊，属牛的。啊，属牛的。哦，我以为他属虎呢。对。所以就后来赵老师也是为这象棋做了不少贡献啊。嗯，他主要成绩比较出色。对，然后我看还有包括跟日本的交流哈。嗯，然后接着看棋。哎，九二平三。那黑方只能九二平三。对，红棋车六平七。嗯，这也是王天一的一个计划啊。嗯，这个棋就是说王天一走的比较朴实有力。嗯。他把这个炮保住呢，就是来保住这个兵的优势。对。就是黑方主，你如果现在吃呢，我就把你马打掉，嗯，然后必然要换车，将来呢，我可以夺取这个中兵，嗯，打完中兵以后还可能继续再打这个兵，对，下了一个比较优势的残棋，就是高手之间这个对阵啊，非常要在乎，嗯，对，一兵一卒都不能，一兵一卒得失也很重要，嗯，对，所以作为这个高手来讲，如果你啊进入了一个少兵的残局，那同样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是的。王天一呢，就用这种朴实的招法呢，把黑方这个子力呢缠住了。对，就是看你怎么办，吃不吃都很难受。嗯嗯。那么实战当中呢，黑方哈，啊，走的马八这个，嗯，走马八进六，我觉得这步棋又加重了自己的负担。哦。他应该走炮印四。哦，打掉是吧？对。炮印四这个棋呢，因为你红方我炮不怕你躲，嗯，躲我对车我还可以用兵飞。他只能炮七进一了。如果你长，嗯，那他对方现在可以吃掉。哦，再吃，对，这样的，因为你捉我的时候呢，我可以马八进六，嗯，你再捉我的时候呢，我可以马三进二，来反咬你这个炮，哦，嗯，如果红方炮我平七呢，黑方还可以躲开，将来有车进三，这种战术手段，哦，所以说这个棋呢，黑方呢并不怕，
哎，那就是先吃，然后看着红方怎么动。对。那么红方就打过来以后，红方有可能往下冲。如果你吃，我再打。我说吃了。对。然后这种交换呢，黑方虽然把中卒丢了呢，但是他有个边兵的后手。对，这样先得了一个。对，就是残局呢，肯定是红方占优。但这个优势呢很微弱，但是还漫长啊。对，就是黑方有很多这个回旋的余地。哎，因此从开局上来看呢，红方呢确实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这个优势。哎，那这个应该说布局已毕呢，我们大家呢也稍作一个休息，稍后呢我们再把后半局呢再进程再带给您。好，我们稍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原来这个棋局当中来。黑方实战呢是走马八进六，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炮一进四要加于这个招法。对，他马八进六以后呢，他就没有机会再打出来了。红方走炮七进一。对，炮七进一也是红方设计好必然的招法了啊。黑方这个时候呢，他不能去退局吃了，因为红方呢有炮五平七的这个凶招，这样将来象可能有问题了。你车一打一让呢，他这个象呢就给你打掉了。对，黑方要丢象。对，你再吃人家吃。他有双炮打象。对，这样。所以说这个棋呢。黑方呢现在又不能去吃它，嗯，那这个马呢暂时呢也没有好的路可以上，因为你一上马它马三进五，你就对丢子了，所以黑方无奈支了个士啊。对，嗯，十四进五补一个。那么在这个红方七线的这个战斗呢，红方呢就及时呢把这个车呢这个摆出来，他还是不能马六进八，还要马三进五。对，然后红方很实惠的车子进四把它保住。对，我觉得这个一走好像红方很舒服啊，这么一个调动啊。最主要就是说红方呢通过这个运子以后呢，它确保了这个多兵的优势。嗯，啊，让红方让黑方很难受这块。王立业的这个棋风呢大家也可以呢由此呢可见一斑，就是对他非常的灵活啊，根据需要呢他来去局部去啊这个对他局面调招调整的挺好。对，这样黑方无奈拱边边。黑方呢充足呢是打算来发动一些反击，对，争取获得一些机会，牵制一点吧。那红方这个时候恰到好处，马三进五。当然不让马三进五。现在你吃不到兵了，吃到兵丢子，就得平四。这样平局。这是红方呢在兵九进一再拱掉。拱了。现在呢棋盘上呢就连黑方多出了两个兵。嗯。红方多了两个兵。但黑方就希望。在这儿搅和搅和，看看有没有棋。兵七平八。嗯。还有马一退三。对，再退回去。对。试试应手。对。红方呢？走他走炮进三也可以，嗯，另外他也可以马五退七。哦，我们看。可以根据马五退七这个阵型的需要呢，再做调整。嗯。马五退七。这样存着，嗯，啊，存着车。对。哎，炮进三，这样黑棋车四进一捉。先长炮的唯一的不足呢，就是说的被红方呢，被黑方呢把这个马又回来了，是吧？对，掉了。那红方通过抉择呢，他再把炮收回来，也红方依然呢还是保持着这个优势，对，也占优。嗯，红方主要是多兵，对，并且这个车的位置好，把黑方这个反击的这个能力呢都控制住了。所以黑方现在毅然决然的赶快吃兵了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是决赛的这个场景哈。其实呢，就是说大家可能也很关心这个前面的比赛打得怎么样。有六位选手呢，分别进入了这个正赛，对，分别有呢。北京的这个王天一，北京的蒋川、赵欣欣，还有浙江的赵欣欣，嗯，还有上海的孙永征，这局者赵国荣，还有湖北的洪志。对，那这六位选手呢，在初赛的时候呢，取得了这个进入本赛的这个资格。对，他们六个人呢，进行了这个单循环的比赛。那么最终呢，这个是赵国荣老师和王天一两位选手呢。是吧？分别了获得了冠亚军。好像赵国荣老师在第一盘下这个预赛的时候还输给王天一了，是吧？啊，不是，赵国荣呢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呢输给了上海的孙永征。哦，输给孙永征。但是后来孙永征呢又输棋了，所以错失了出线的机会。是吧？所以这但是赵国荣呢老师呢是在预赛当中呢他战胜了王天一。哦，预赛赢了王天一。在王天一呢输了赵国荣老师一盘以外呢，又另外取得了另外的两盘。胜利哦，所以这六个人的争夺上来的啊，是也是非常激烈。嗯，那么特别是这个来自北京的这个蒋川呢，比较可惜，取得了这五连和，这个和这个和棋大王。嗯，好，那我们再回到这棋局来。哎，炮七退四，车七退一，吃兵，赶快吃兵。另外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南溪江呢，
也是在这个浙江的永嘉县。永嘉县，在二零老家是吧？对，也是蒋川呢的老家。同时呢，也是2010年的全国象甲联赛的主赞助商。对，主赞助商。我们呢都曾经这个，在象甲联赛比赛期间呢，专门去游览了这个。据说风景很漂亮啊。对，这个江呢，确实保护的比较好。它就是这种自然田园风光啊，对，典型的江南的这种田园风光。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看，举起瓶舞，继续吃。赵老师可能也想不到特别好的办法，先吃吧。并积极，并积极，这样马三推四。就是黑方呢，是得回了士兵，但是这个子力位置呢差，特别红方八路比较活哈，尤其是这兵杠。进车一蹬，他九十一。哎，对调。举四平五。黑方卒五进拱，红方再兵八进。兵八进。黑方呢，只能在逃炮，他走的炮一进二。炮一进二。可能走炮一进一稍微好一点。但是我看红的也优势啊。红方马三。马三进四。跳出来了。对，这个棋子我们大家看啊，最主要红方的位置啊，这个太好了。两个马非常活啊。对。而且都盯着对手的黑棋的子儿，不太好动了。红方的位置呢，这个太有利了哈。然后，马三进四，红的走平兵了，该黑棋了。现在把自己的该红方，红方兵八平七，兵八平七往里渗透。尽管黑方呢兵卒呢并不少一个啊，四马炮对四马炮，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这个残局，其实也可以叫准中局，就等于没有车的中局。对，就是这种棋呢，就是双方也都很难下。我觉得比较难下哈，对，尤其是业余棋手，他不知道往哪发展。专业棋手有时候也下不好。是吧？因为这个子力啊，它很细腻，因为没有车的情况下呢，它的计划长远性，对，还有对这个全局的判断呢，要更加的深远。就是找不着突破口了，没有车，这样黑棋无奈。就是黑方现在主要他这个不好动哈。对，实在是不知道动什么了。他呢动其他子，他又怕这个丢东西。他可能设计了一套对子的计划，希望简化啊。抛弃进三。这是红方获得了一个象。对。其实飞高象以后呢，黑方要是对的话，应该走炮一平五，这个时候要比实战要好。这么简化是吧？因为刚才不能走，刚才你摆中炮，他先打着马呢，丢死。那现在呢，黑方可以走炮一平五，实战呢，黑方走的炮一平五就是那炮留着勾边兵，是这意思吧？是。实战他走炮九平五，结果被红方这么一压住。对。这个棋呢，整个黑方呢就比较被动了。黑方没他那一路炮出不来。这换了。换将以后呢，红方向前进五，把它飞掉。哎，我们看啊，黑方呢，就这个子力出不来啊，特别这两个马呀，遭到红方的这个全控，很别扭，这样他没办法硬着头皮往上跳。对，马三进五，那红方先马四进六，他也往里跳，往里渗透，而且这炮很尴尬了哈。那黑方呢，这也只十五进六，黑方另外还怕什么呢？怕将来这个底炮沉下去以后啊，这个红方双马炮兵呢有这个杀势，是吧？他在这个调整马炮的时候呢，还要注意这个将位的这个安全。那红方兵九进一，顺势兵九进一，对，红方边兵也渡河参战，再马进八，这控制很好啊，这块走的。就是王天一他的棋的这个力量很大，对，很紧凑。这个就是说在优势的把控能力方面呢，他确实非常出色。他走的很紧凑。我们就说这个他占优的很难跑掉。炮进三，把象打掉。这样红方呢，就是等于不动声色的呢，子力全部冲过了啊，这河界，并且呢，还有两个兵过河，消灭了黑方两个象，优势在一点一点扩大，等于说这个基本上就是逐步步入胜势了。对，这样黑棋不太好应付了。马六进八，跳。红方炮七平九。炮七平九。黑方十六进五补士。红方马八进九往里跳。对，等于红方只有出将了，制造一些这个杀招啊，黑方出将。这样红方马九退七倒马。对，倒的还是比较好。这个地方就是说红方呢，就是他又很灵活。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说了，这个王天一，他这个棋艺风格呢，就是走子比较准确，而且他最大的一个特点，你知道是什么？你说。他最大特点呢，就是下棋非常冷静。哦。就是在优势把控面前呢，他也不急不躁。我觉得他就是那见招拆招能力挺强的。是。对，这个几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你像赵国忠赵老师，当然这个。作为这个50多岁的这个选手呢，能下到这个份上，对，打入决赛也是非常难得。所以这项赵国忠老师呢是功夫呢比较深厚，比较全面，我觉得赵老师对，
特别是这个中后盘的这力量比较大啊，对一些什么弃子攻杀呀，对，我看他不少的精彩的弃子、这个、对对，这个他这个齐峰呢也像一推土机似的，他是逐步推进的，而且大局观，但是王天一呢他很年轻，锐气十足，而且他又很灵活机动，说他这个马运的就非常好，一进角再回来，对，他最主要啊像这老件儿来靠拢，对，那么黑方呢，能推局面精神，他不愿卒虎金，他怕他马七六五把这个迎头盖住，将来在马虎进三、哦、这个点是最厉害的，一会儿又要那黑方走炮叠上了，那就针对红方要走马七退五这个位置呢，王天一进退也很有办法，对，他在马六退五，他能很心平气和的，然后把这子儿退来退去，进来进去的。对你卒虎金，这是很可贵的。你一退呢，他在马五进七再上去。对。然后黑方走炮四进三、黑方再走马七进五。啊、他这个位置运得非常好。转来转去倒上去了。实际这个像足球似的，他倒脚。嗯。他倒的这个很精巧。是。而且呢，就是、这个要恰到好处。他这个马一倒呢，他倒到这点，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就老因为这个棋呢，马五进三呢是高调马的这个对杀棋的这个阵型，将来这个七路线，这个七路兵，对我们前面朋友一看，马上就要组合了，往这边一分，要不然都在反面啊。对，嗯，都在这边呢，你就很难组合，因为对方老将逃出去了。但是我们有的棋迷就是这样，这棋子有的时候吧进去了就不愿意再退回来再绕。其实这个象棋呢，它难也难在这里，就是说一个是左右要平衡啊，你什么地方呢要左右逢源。那么还有一个棋呢，这也很重要，这个都是象棋独特的这个思维，是吧？啊，还有要就叫这个进退自如。哦，对，攻守还要有平衡。有退实际象棋当中呢，为什么说它凝聚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呢？实际中国人啊，他都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这个做事，中国人他为什么也说很有智慧、聪明呢？他也是，就说的他有很多灵巧，对，啊，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啊，啊，有这个聪明智慧在里面。对，所以其实。朋友也注意点，别光一门心思的往前进啊！这就是说，时不时的要进退灵活。他卡到这个位置，黑方很痛苦。好，那我们抓紧时间，还有几分钟呢，我们把这个棋局给大家呢摆完。对，炮四退三，然后后马进五，进王，然后炮四退三，兵九平八。对，兵九平八，红方兵九平八。黑方。红方这个兵呢，就是逐步呢又渗透了。对，往里靠。对。反正都不犯错，往里走吧。位置已经走到最好的位置了，对，暂时不动了。嗯，看看你有没有反扑。那赵老师做最后一个反击。红方呢，就是攻不放守，其实这也是一种理念。对，就是在我去进攻的时候呢，我来防住黑方的反击，也就是说最好的进攻就是。也是最佳的防御。我觉得这也体现了王天一最近比较成熟的一方面啊。啊。卒七进一拱。红方马七退六一蹬。他炮四进一。其实这个时候要继续比较凶悍的呢，就是炮九平七，准备再强行夺子。哦，黑方也盯不住，更紧哈。对，但是红方呢，走了也很老练，对，赢定了。他回一个边象呢，不让黑方有任何的反扑机会。嗯，啊，所以说这个局面呢也应该可控了。对，黑方。因为面临着这个炮九平七啊等一些手段呢，黑方也不好去防御了。这几个子儿都不太对，不太好宅了。黑方补了个士啊。慌忙当中呢，就是他时间也没有了，正好是走十五进四啊，这样红十五进四呢，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呢走了一个妙手，啊、一招制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哎，他炮九退三，走到这儿呢，黑方就主动认负了。他想围攻这个炮啊，对，围困。嗯，这个就像一个围困战术一样，他再走他就没有。围棋的提子啊，他把这炮呢正好把它硌住了，实在解决不了了。嗯，下步兵八平七。捉死，对，那么黑方走到这儿呢，看到这个大势已去呢，也就主动认负了。嗯，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个分出胜负的这盘棋。哎，对。那么在决赛的第二盘棋当中呢，赵红老师直红先走呢，但是也是极力呢进行反扑。对，啊、但是王天一还是应付的比较得当啊。对。那么最终呢，这个在第二盘棋的攻防战当中呢，双方打成了平局。当然那盘棋比较平淡。但是里边呢有很多内容，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看看，对，因为有很多象棋的网站啊上面都有这个南溪江杯比赛的啊所有的经过，对啊，那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呢来收看今天的象棋节目。 好感谢您的收看，好，朋友们再见。